现在的话已经是4:30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搭乘我们的游览车，好不好？基本上的话，我们这会去接其他人，然后再的话，我们会到休息站啊，一直类推。啊，这部影片的话，我们会拍的很像 vlog。之前的话，我们就有投票过，这部影片应该有可能会非常非常长。OK， 那我们等等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到日月潭吧。二虎文总，那我们就直接走吧。雷哥，晚安，有三，你好，德大哥，你好。小倩，好，开车。基本上这个一人包，这个自用品的啊，一人包半，0.25的自用罐。就给他们死了。哎，没有，这一个，这一个给他们。哦，好，给一个客。这是什么？这个茶叶喝的，哦，泡的。嗯。等一下，好，前进。准备的这么好，纪律兵演习，成军典礼，直到参演进场的人合计200人，报告完毕。水沙岩战术特长主力兵2019演习成军并奏起典礼，典礼开始，全体肃立。主席，请就位。以及各位我们立兵生存游戏的各位爱好者以及来自国外的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我靠，这是我们的阵营啊，大本营。你有在直播啊？没有，太我开心一下，咱们没有被人家转播过哎。我晚上就有了。不要滚一下。我的看边啊，注意一下。哎，我想啊，远诶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基隆山的上面，然后我们已经把这边的帐篷啊，搭的帐篷都基本上已经都搭好了。啊，这是我的帐篷，迪卡侬的。那现在的话，等等的话，我们就开始整装。啊，我这一次是跟着我的队长小智，还有我的队员飞刀哥，还有另外一个不知道是谁。然后我们好像是四人小组，这样我就可以变网红了。等等的话，我们所有人帐篷搭完的话，或是。我们装备全部整理完毕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准备我们的今天的立兵行动。OK， 那我们就等等正常见吧，拜。哦，我打算哦。OK。那我们就直接抓去。有，那现在想毕业了，我是全职。那再怎样？没有，那之后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？金毛你先走，不是啊，那不可以嗨吗？嗯，可以坐车。金毛，高山起来大太阳，啊，天，我的地球，我摸摸他的那头。你照了吗？照。那班车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自杀突击队。啊，
你可以确认一下，我们去确认了。幽灵，不要乱跑。我们这个是四号准备的。我的人被抽掉，只剩一把电枪，一个 GPP， 要撑战线有点困难。你是三个人？三个。电枪。两把电枪，对。那个幽灵几甲？五甲。有问题的话，喊撤退。每一队互相掩护，回去那个点。人都在那。他们能不能在这边掩护我们？小智负责观测那个坡上，然后。好，我们去前面部观测。小智他们人不够。淮安他们人不够。必要的时候就是，反正先压制，真的不行再退。前面是谁啊？前方还是友军，所以你们两个一个在最左边，一个在上面。他们如果退的时候，我们掩护他们，尽量把敌人往那边逼去。但是不行了，我们就往后退。OK， 我就从你后面跑。对对对，你从这边过去，你能压制到这一块为主。他们打的时候是从这边吗？不一定，我们可能看过来。幽灵，你往这边走。我去下面一下，然后你要确定射角可以扫下去的位置，越高越好。OK， 好嘞，先去。那我在这边躲这么辛苦是怎样？躲了一整天，没有敌人，哇，很无聊啊！屁股，哎呀，屁股开花了。那路放掉，会不会有人进来啊？就让他们进来啊！都已经要结束了，赶快撒蛋吧。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进来，我有点好奇、欸。他们刚刚搞得很乱，他们很晚才进来，才进山。他们在三四点才开始上，他们三点才到山下，干修好了，装备下车整理运补上来，太他们才行动，干太扯了。我走到78W 了，山下了，没看到人，靠，等过去啊。所以一号你没到一号，他们一号过去的啊。不是，我已经冲到下面来了，没有看到人啊。所以他们刚过去的时候已经不知道，他们已经被歼灭四人了。你去那边指挥其他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后退啊。那个开到六点半，教头是工程收到请回答。对，那有开跟没开是一样的。我刚说是拍照啊，发呆啊。没有，我们是在。然后坐在那边度过。我觉得问题是敌军明天早上走得到吗？很痛快。等一下哦，5:20。OK。哇，要日落，答案很黑啊。啊，你要录到？你有录到吗？我一个人都没看到。干你你。你教头，所以先西边，西南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往这边。好，等他们转弯的时候再打他。小智，后面他在后面，他是战力丧失的。没有，废物啊！他当最后面的指挥官。小智开枪啦！猫哥，放这个钉子给他，好，放到这里来。终于。他们也很辛苦啊。有。终于到营地了。感动。It's all the same.Some things never change. I couldn't stop and say no. It's all the same. You won't take blame.
even when you are blowing up. Oh my, you are my broken heart. Nobody's gonna save another. 你那两条路，一条是哪给我吃，一条是波子酒啊？慢用啊！张老师，我来，这边是冲锋组，冲锋组是这里。张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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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快点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中这边加那个 I'm here Cover me 怎么了藏起来 hit 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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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你前面有敌人吗？这前方没有敌人吗？你前面有敌人吗？没个狙手投降了。OK OK， 那挂了那挂了。Fuck！ 停停。Fuck！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！啊，所以这种是可以离开吗？没有，就爬下来，就爬下来。对，不然你站在那里就是会一直被打而已，我们也救不了你。对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一关。两个衣冠哇！好 ，OK， 可以，摸一下吧 ，OK。是怎样大豌豆？我刚看到是有人丢毛巾，应该是不爽。他应该是已经阵亡还是阵亡了，还是被集火了？啊，不要！你别来画我，烟雾大家搞来画我。拜托一下，尽量看前面。上来，上线，放到前面这里。反正有分身，先到前面。有啊，先走。来，等一下进入烟雾阵，快点！哎，有。在马路上有一条。
你就去弄。哇靠，打到不下来，你看。干嘛说那个打到不下来？马路上面那个吗？打不下来，太扯了。靠背啊！马路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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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路上坡！嘿，中！我跟老师，起来之后自己躲好，好，好，自己躲好，你很敢躲。我挂了。然后厕所最右侧啊！挂了，我去外面。走啊，从左边走。Fuck， 打不到。Shit。然后这边的话小心一点，有刺。哦，好好。那个上面的那个路很近吗？还是很远？很远吗？嗯。而这边的话很闲。哦，好。对。你们 是有个队员，医护官吗？医官。我们对那个。哦，你们队员吗？你们队员刚刚有一个从这边过去了。对对对对。然后现在是掉了，对，我知道。Thanks。Go。我掩护，你可以走。我帮你们架着。搞吗？我直接走马路了。没弹了，那还有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还剩王四，上面剩王了，我打到了，没了。现在停火了，哎，停火了，停火了，停火了，哎，哎，这边的，活到今天，玩家自己喊的，活到今天，靠背，玩家自己喊的，靠背啊，干不赢呐，哎，结束喽。这一次两天一夜的立兵行动的心得，我觉得只能说一句话，真的他妈的狗干累。因为我觉得好像根本就在爬山啊，负重爬山，就跟登山客没两样。这两天过下来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玩，大家都玩得蛮开心的。只不过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是难免的，
OK， 基本上这种冲突的话，我们就是道个歉就好了，反正这没什么。很多人会疑问说，到底是哪一个阵营赢呢？你们说哪一方赢呢？我就觉得两方都不算赢吧，应该算是打好玩的吧。我觉得那一天的话，应该算是去那边交朋友啊，聊聊天而已。输赢的话基本上不重要，就算我们输的话，我也是没差，我们也是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OK。再来的话，他们的纪念品送的超级多的东西，蛮丰富的，我觉得蛮值得的。再来的话，两天一夜的两边的阵营的玩家们，你们辛苦了。OK， 这次影片的话就告一段落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帮忙赞订阅、加分享，不要忘了小铃铛。我是柯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第一天我们应该要打柴队啊，结果玩手机玩到没电，对，玩手机玩还吃点心，对啊。Hot like